既然这首歌叫《阿元与沙子》，是不是应该要叫沙子？Hello，沙子啊。欢迎来到 Steady 音乐人第三集。那今天呢，会想要做 Steady 音乐人呢，是因为之前我听到一个消息，那就是这个消息，那阿元与沙子已经正式分手了。在他还没有公布之前，阿元就私底下跟我讲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觉得好像少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那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感觉呢？是因为沙子跟阿元的关系呢，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典范。然后我刚认识他们的时候呢，他们的名字还叫阿元与沙子，之后又改了名，之后就是今天分手了。我第一个合作的 YouTuber 就是阿元与沙子。我开始踏入 YouTube 的时候，那10000块 invoice 的 prank 也是最早期我第一个找 YouTuber 拍的影片。所以坦白讲，阿元与沙子在我心中是有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友谊在。所以得知这个消息，我真的不开心，所以我写了一首歌给阿元。我现在呢就打给他，然后现场唱给他，问看他有没有兴趣唱这首歌。我愿意帮他做完整首歌，并告诉他这首歌叫《阿元与沙子》，是特别为他写的。Hello， 在你哦，大家吗？大家，我写了一首歌叫《阿元与沙子》。哦，阿元与沙子。对，我先唱给你听。Are you ready？ Yes。如果我还能够做你的男友，我不会就轻易放开你的手。所以你怎么这样突然呢？你来什么风？你听了什么感觉先？什么感觉啊？有点 sad sad day， 有点心情悲伤。OK， 你现在马上过来。现在？对，现在马上过来。我不懂，从这里过来先，过来先。OK 啊 ，Hello， 我在吗？怎样？还有吗？啊 ，It's OK 啊，沉淀了一个月，我冇事，我好坚强啊，同埋多，你同埋多，同埋多。No sorry。OK， 他现在已经在我家了，因为刚才在电话给他听的时候，给他听一小段诶，所以现在我们就来让他听一个完整版。Ready？Yes。还记得你曾经牵的手，还记得你可爱的笑容，还记得你话语不太多。I always let you know I can be your translator。所以目前歌词你只是写一点点的，对，写一点，因为我觉得歌词一定要是你自己的故事，所以今天叫你来呢，如果你 OK， 那我们就马上把歌词都写好，然后马上录音 ，OK 吗 ？OK 啊？你会唱到一半还是写到一半哭了吗？我不确定，我刚才这样听，我是真的有一点那种很伤感的 feel， 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其实不完全是伤感的味道，它还是有带一点甜蜜，嗯。甜美的回忆，凄美的遗憾。现在就要跟阿元讨论歌词的部分，可能在最后一段的时候，我们才就让我们的回忆就此停留。我知道爱情并不能够强求。嗯，明白。有点伤感，要写这样的歌词。经过几个小时，终于把词完成了。现在要唱一遍看看。然后这些词呢，都是背诵阿子的个性，然后我们一起讨论出来。谢谢你曾经让我做你男友，谢谢你陪我追过每一个梦，眼泪湿透衣袖，风干后。阿元与沙子在心
我们今天就是刚刚完成了词的部分，要回去让阿元回去练习，然后明天我们再正式录音。编曲方面呢，我也还要加强，所以呢，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先。The next day. OK， 不知不觉，马上的哈，一瞬间而已，我们就来到了第二天。然后你练好 ？Yes. OK， 马上录音开始。Are you ready? Yes. 还记得我曾经牵的手，还记得你可爱的笑容，还记得。你话语不太多，谢谢你陪我追过每一个梦，眼泪湿透衣袖，风干后的我们说过别难过，要保持联络。我们接下来会再录很多遍的，所以这个过程就不拍给你们看啦。OK， 等下见。OK， 现在终于调完音，终于录完音了。他应该很紧张，大家听到他这首歌的反应。哎呀，那个好感动啊！要叫完全村人上来听。现在呢，我想要他再补这一句。我知道爱情并不能够强求，因为这个是 last chorus， 所以想要他更有力量。我知道爱情并不能够强求。哦哦哦，很好 ，Yeah， 可以啊，这个是最好了。Alright, it's done. 今天呢，终于把他的声音都录完了，接下来还有很多工作，所以马上赶他们走，然后继续做工。那这首歌的编曲呢，我会以吉他为主，因为我想要这首歌的感觉呢比较简单，然后单纯，就像阿云与沙子他们的爱情一样，其实他们真的是很纯、很纯情的一段。relationship， 所以我要最简单的感动呈现在这首歌。我现在录吉他。好，现在呢，你看到我已经是来到第二天了，因为昨天帮阿元录歌的时候，他只是一个纯吉他版。今天呢，我就要在编曲上下很多功夫，一定要让《阿元与沙子》这首歌是一首诚意满满的作品。开工吧。OK， 现在要加鼓 drum。然后现在呢，要加钢琴的部分。然后呢，我要让我的过门呢有一点味道，所以我做了这样子的和弦。它就带有一点 minor 的味道在里面。在 strings 的部分呢，我也是跟着那个钢琴的主旋律走，给你们听看。现在我们来录和音。跟着他一起的合影。谢谢你曾经让我做你男友，谢谢你陪我追过每一个梦。那现在呢，所有的东西已经录好了，编曲也弄好了，然后音也所有都录好了，现在我们进入混音的阶段。那很多人会问说，混音 mixing 到底是什么？我这里就大概一边做一边讲解给你们听，好不好？好，首先我要调的就是这个吉他的 EQ。OK， 可以听到它的音乐呢，其实是有很多一些 bass 的杂音，所以我们要把它去掉。
100多到 200Hz 的 bass sound 呢就减低了，所以它现在听下去就比较干净了。其实我不懂你们听到那个分别没有。好，接下来呢，这条是阿元的 vocal track 来的，给你们听看呢。你就只停留。他刚刚这个哦哦，我想给他有一些 delay， 我会加一个 delay 的 effect 让你们听看。的回忆就只停留。我知道爱情。就会让他听下去更好听。好啦，那最后呢，相信大家都已经有看了阿元与沙子分手的 vlog， 虽然我们都会很舍不得一对荧幕情侣的分开，毕竟他们也陪伴了我们好一段日子。我觉得两个人从陌生人到变朋友，然后变成很甜蜜的情侣之后呢，能够像他们一样再变回一段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的这种关系真的并不多，这种友谊才是真正的永不分离。那最后呢，写这首歌给阿元与沙子呢，在他们的爱情里面画上一个美好的句点，就让我们一起祝福送给阿元与沙子。还记得我曾经牵的手，还记得你可爱的笑容，还记得你话语不太多。 I always let you know I can be your translator。 如果我还能够做你的男友，我不会就轻易放开你的手。荧幕背后的我，一直有你在身后，陪我度过每一分钟。谢谢你曾经让我做你男友，谢谢你陪我追过每一个梦。眼泪湿透衣袖，风干后的我们说过别难过，要保持联络。总会说出口爆笑的宇宙，还记得你不配合的举动，是因为你为了增加我的影片效果。如果我还能够做你的男友，我不会就轻易放开你的手。荧幕背后的我，一直有你在身。说过别难过，要保持。
在心中。阿远，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油。其实你跟沙子这么，所以现在还有挽回的机会吗？觉得随缘了。